哎，找不到，喂，哦，来了来了，好了没 ？Oh my god！ 哇哇哇！极限！天哪！这里要慢慢的呢哦。卡住了！哇哇，很会哦！为什么袜子会破掉啊？啊！呜！哈哈哇！我受不了了，不舒服。来来来，好，换你了。刚刚大姐示范完，换二姐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二姐示范完，你不用讲那么多废话。像你这个呢，太做作。太做作才能够产生性感，我呢自然而然我正常穿就会性感。哦，你有没有觉得后面很忙哎？你会这个裤啊，你会穿得很心虚呢哦。哎呦，表情要性感，表情，连站都站不稳呢哦。性感性感，动作，来劲。找不到。救命啊！他把裙子穿进去了，又再上去了。别把裙子穿进去。滚啊！快！快回去，好厌烦哟。七月结束了，回去你的世界。赶快，电梯在外面，按地下十八层，地下十八层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也出过照片，鬼遮我的脸。声音跟当年真是一模一样的，人家都是我同音了。哇！七月结束了，回去你的世界。赶快，电梯在外面，按地下十八层，地下十八层知道吗？加入我们团体也要有美貌才艺之外，还要有大脑呢哦。是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呢哦。是哦，就是如果受益人跟被保险人呢都去当鬼了哦，就同时都死亡了哦。都死亡了，死亡跟当鬼不一样。保险金应该由谁来领取呢哦？这个问题真的太简单了，告诉你哦，受益人已经死亡了，就没有权利领保险金，当然是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领喽。是你哦，再一遍，受益人已经死亡了，就没有权利领保险金，当然是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领喽。哎，自己的东西要带走啊！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快乐的修女，今天呢，我来到这个美丽的大庄园当保姆，哇，会遇到什么样可爱又善良的小孩子们呢？啊，小孩呢？啊？没错啊，地址没有错啊，光复南路100号。哎，怎么这群小朋友好像来到中途之家？这位小朋友，你看起来很聪明，是不是以前出过唱片 ？Yes。哇，出过几张呢 ？Two。两张唱片，哈，不错不错。那位小朋友呢？我也出过两张。专辑名称可不可以说一下 ？I'm Jessica， 你说。哦 ，OK。看我的造型就知道，我也出过唱片，鬼遮我的眼。声音跟当年真是一模一样呢，人家都是我同音了。哇，对，因为当年我知道你根本就没有出声音。现在你们打我，等一下你就会谢谢我喽。真的吗？来，这位小朋友，你唱第二步。嗯，那位小朋友个子比较高，你就唱高音第三步。好。How about me？这位
长得很像诸葛亮的小朋友，你就唱低音部。低音呐、啊， okay, okay. 好，来，我来起个音，哆儿哆，出岁凤，哆儿哆，咪了哆，瑞儿长得多难唱，咪儿咪 ，I call to myself， 发哦隆隆 ，way to rock， 嗦哦 noodle play play。这位小朋友，还有那位小朋友，请问你们脑袋有问题吗？我，你们刚刚没有听到我们的和谐的和音里面出现了畜生的声音吗？怎么可能 ？My brother is the best。我想请你从头到尾唱一遍。You， 老师，你真的是太看得起我。加油！加油！哦滴哦滴秒滴。雷儿抓破阿哥们杀，东西呀！米儿内阿哥买小，发儿隆隆为土软，杀阿你都不理他，拉阿的踢的巴罗斯，什么东西啊？踢阿军为什军民而归？雷为 bring us back to 波多。小朋友，我们这个电影叫做真善美。对，你不觉得我的音质是很真，心灵是很善良的？你唱完我只觉得真倒霉。那这样子，不然老师好，你既然觉得我唱歌唱得不好听，不然我就来问你一些常识好了，好不好？受益人跟被保险人同时死亡，保险金应该由谁领取？谁领取？哇，你这个问题非常的好。如果受益人跟被保险人同时死亡，我愿意接受你这个保险。但是如果指定受益人的时候，受益人就已经具有领保险金的权利，所以是受益人的继承人可以领保险金，懂吗？来，给我一个拥抱。最有为的军官，是的，今天我要来这边寻找我的最爱，我的吉普赛的女郎卡门。因为为了卡门，我连我的未婚妻我都不要了，她就是我朝思暮想的那个人，我的卡门，我的卡门，你到底在哪里，我的卡门？爱情，如果一定会卡到的，不同的万一。救命啊！不稀奇，拿到音吧。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，没什么了不起。什么是情？是什么叫义？还不是大家自己骗自己。什么叫痴？什么叫迷？哈件事，男的女的在做戏。你要是爱上了我，你就自己找回去。我要是爱上了你，你就死在我手里。恰恰恰，大家好。恰恰恰，等一下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
我就是吉普赛女郎卡门。哦，卡门，我从懂事以来，我从前永远都一直卡在门的后面。哦，卡门，我就是喜欢你这个样子。哦，卡门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人家都卡不住嘞？你过来，你过来。